见面，可距离给的感觉是忽明又忽灭。他们所许留的悬念，我甚至感到眼睛被敲灭的香烟。无所隐瞒，总是在答案边徘徊，不想醒来，像一杯没事没冰块。好像他的房间，坐在他的床边，等他眼睛睁开。邂逅是晴天，以为在我身边调昏暗的光线，别再怀念，有些人不值得，没必要留恋。看到你的笑，怎么放弃？你还笑，你只能高兴，一米八五斤几？下次见到你。